你好，请问今天还营业吗？有人约我来这里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你怎么会打扮成这样啊？我查了一下街的造型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粉丝告别会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我的粉丝了，我也不再是你的偶像了。真好，我果然没有粉错人，就连告别都有粉丝服务。你是我的头号粉丝吗？谢谢你，韩医生，我会记得你唱的歌的。再见。同心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韩子玉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的粉丝，而是我喜欢的人。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名副其实的女朋友。韩医生，你别再耍我了。我是认真的。那你亲我一口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这是真爱成功了。